首先来学习一个六支片的钩支，这是数字六支片的图简，按顺序分成三段钩支。第一段，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这一排，从下往上来回往返编织。第二段，在第一段上来回往返编织。第三段，在第二段上钩织。包含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和短针减针。每一段接线和断线位置图解上都有标注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上都有介绍。先起针，在正式编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编的基本姿势，将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用拇指与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右侧，往下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。我们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，起针的这一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。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，一针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二针。根据图解，这里起13针，三针，四针，12针，13针，起好需要的针数后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加记号扣标记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来认识一下锁针，锁针有正反面之分。正面辫子清晰，反面正中的一条肚线称为锁针的里衫，里衫左右两条线叫做半针。下面勾第一段第一排，首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锁针不算一针。然后在左侧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，钩针穿入锁针的上方半针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个就是短针。将记号扣移至这个短针针目，针目对应的是这个短针右上方的辫子，记号扣标记，以便于下一排找到对应的位置。接着穿入左侧起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再勾一针短针，将线勾出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调左侧锁针再勾个短针。注意挑半针的时候不要拉得太紧，否则短针与锁针之间的动眼太大，影响美观和整齐。勾几针拉伸下织物，使其平整。看下织片，第一排全部在起针锁针上一一对应勾短针，起针13针锁针，这里勾13个短针，接着往下钩织，
最后一针短针正好勾在起针的第一个锁针上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勾第二排，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将织片逆时针转半圈，在上一排最后一个短针针目勾短针加针，因为是在上一排的反面，所以针目对应的是上一排短针左上方的辫子。在这个位置勾一个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的勾法是在同一个位置勾织两个短针。一、二，在第一针上加记号扣做标记。不熟练时，每一排的第一针最好做标记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，在上一排针目里一一对应勾短针，一直勾到这一排的最后一针，接着往下勾织。最后，在记号扣的位置，上一排第一个短针针目勾短针加针。一、二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，在首尾各勾织了一个短针加针。这一排结束，对比上一排加了两针，大家可以核对下这一排的针目。这样的一个表示一针，对应右上方有一个辫子形状的两根线。这一排一共15针短针。可以看下图解，第一排起立针在左侧，所以图解从左往右看。第二排起立针在右侧，则图解从右往左看。因为是来回往返编织，所以非特殊情况。起立针都是一左一右交替编织，我们将起立针在右侧时钩织的这一面当做织片的正面，起立针在左侧时钩织的这一面当做织片的反面，所以在这一排任意一针短针上扣一个记号扣。记号扣所在的这一面就是正面，也是对应图解的那个面。接下来钩织第三排，立一个锁针做起立针，接着将织片逆时针转半圈，在上一排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位置勾短针加针，其余一一对应勾短针，钩织方法与第二排相同。不要忘记在第一针上做标记。往下将这一排勾完。最后在记号扣位置勾短针加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三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的第四至六排钩织方法都与第二三排完全相同，都是首尾加针，每排加两针，大家可以边钩边核对下针数。这几排比较简单，我就不接着演示了，大家自行钩织到第六排结束。接着钩织第七排，接着之前的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旋转织片，可以看到这一排在织片反面钩织，先顺着针目钩7个短针，
然后钩织一个短针减针，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。这个就是短针的未完成针。接着在左侧针目再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。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，上一排两个短针对应这里的一针，第七排就完成了。左侧针目全部空着不钩。接下来钩第八排，顺着针目一一对应钩织短针。第一段接下来的第十至十二排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自行完成，我就不接着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段全部完成后的样子。完成后线头在正面的左侧，这里我们需要断线，勾一个锁针固定，然后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，将线头拉出，拉紧。到这里，第一段就全部完成了，这里的线头先不做处理。接下来钩织第二段，第二段第一排，在第一段上重新接线钩织。从图解上可以看到，起立针在这一排的右侧，我们在正面钩织。左手挂线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来演示，大家实际钩织时还是第一段的线材。钩针穿入第一段第六排边缘短针针目，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。将线勾出，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在织物的背面，勾一个锁针固定，再立一个锁针做起立针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再勾一个短针，将记号扣移至这个短针针目。接下来顺着左侧针目一一对应再勾六个短针，勾的过程中将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的纹理藏进去。加上记号扣位置的第一个短针，这里相当于勾了七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勾一个短针减针，第二段第一排完成。第二段接下来的第二至六排请看图解，第三排结束位置减针，
第五排结束位置加针，其余排不加不减勾短针，在左侧形成弧度。这几排钩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自行完成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接下来钩第二段第七排，需要与第一段连接起来。第七排在正面钩织，先一个起立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。完成后钩五个短针。一般钩织熟练后，每一排第一针可以不做标记。现在下方还剩一个针目，钩一个短针加针。接着钩五个锁针过渡。然后在第一段最后一排右侧这个短针上钩短针加针。将第一、第二段连接起来，接着顺着第一段最后一排针目钩短针，完成这一排。接下来钩织第八排，先起立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接下来钩织第二段第二十排，锁针起立，旋转织片，可以看到这一排在织片的反面钩织。首先顺着针目一对应钩七个短针，完成后这一排还剩最后一个针目，在这个针目里钩一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是锁针加针部分，根据图解，这里钩织14个锁针。锁针完成，同时第20排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21排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最后两个锁针上钩短针减针。在第一针剩下的两根线上加记号扣。
接着在加针锁针上分别挑半针一对应钩短针。同样，这里大家可以核对下针数。完成后是上一排短针加针位置，在针目钩织短针，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。接下来顺着针目钩短针，剩下最后两个针目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完成这一排。第二段剩下的排数的钩织比较简单，大家对照图解自行完成，我就不接着演示了。全部完成后需要断线，方法与第一段结束断线方法相同。大家看，这是第二段全部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钩织第三段，来看图解。第三段比较特别，图解上已经将钩织方向标出，与第一、第二段是相反的，所以我们钩织时需要将图解旋转180度后，再对照图解的针法符号钩织。大家注意，我们钩织时图解都应是从下往上看，如果其他数字图解中也有类似编织方向相反的，则都需要将这一部分图解旋转，确保钩织顺序是从下往上的，再根据图解钩织相应针法。下面我们一起来钩第三段第一排，同样将我们的织片倒立，起立针在图解的左侧，所以这一排在反面钩织，反面对着自己，记号扣位置加入新线。同样，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材演示，实际同一个数字都是相同的配色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穿入，将线勾出，留5厘米左右线头在织物背面，勾一个锁针固定，立一个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在记号扣位置，这样的两根线勾一个短针，完成后在左侧连续勾六个短针，全部都是挑加针锁针剩下的两根线。最后在左侧勾一个短针减针，第三段第一排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钩织其他数字，如果需要在加针锁针上挑线时，都是挑剩下的两根线。第三段第二排钩法比较简单，一对应钩短针即可，我就不接着演示了，大家自行将第三段完成。大家看，这是六支片全部完成后的样子，这样的支片一共需要准备两个。相同的方法，大家再钩织一个六支片。接下来我们将这两个支片拼接起来，全部采用短针将各个边连接起来，并且把所有线头收进去。为了方便塞填充物，我们先将内圈拼接起来，两个支片相对。因为数字6不是左右对称或者上下对称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反面，所以我们需要在支片正面拼接，也就是拼接的短针在正面，两片并拢，从这个角接线，
同时穿入前后两个支片的同一位置。加入新线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穿入同一位置勾短针。加记号扣。接着钩针同时穿入两个支片左侧针目。再钩短针。这一排都是短针针目，全部一一对应钩短针拼接。完成后，这边是短针的侧边，我们每一排对应钩一个短针，同样需要同时穿入两个支片钩织，接着钩织，挑这一排边缘的几根线。钩短针，这个侧边的挑线方法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一排对应一针，拼接比较牢固。